怎么敢说出这种话的？看我不打爆他，耳机能挂一些 ，A 一些，给我一巴掌 ，A 你 ，A 你，刮你，直接一个小暴击，劝退。哟，又给我一巴掌，那我吃螃蟹去了。你不想上，你不想放，你就挨打啊，知道吗？再暴击你就死了，好像上来人了，恢复一下，来个博尔特之靴，小心点。没上来，没上来，张飞会被我压得死死的。他应该会吃血包，应该不会回家。看他吃了没？吃了，好，他死了。留一手一技能啊，他在草里，刮他一下，刮他一下，再刮他一下 ，A 他一下，再 A 他一下，杀不死。对面是蓝大爷，应该快上来了。哎呦，拜拜。嘿嘿，下波杀他。这个狼不走啊，刚才看到他进草了，我们不要过去。他这波想杀我，但是我不可能让他阴谋得逞的。你看张飞故意交个二脉破绽，来单杀他。不孝有三，张飞上单就得挨打啊，看你死不死就完了。等他应该回家了，他刚才血量非常低，我们这种情况下先发育啊，先发育，把这个螃蟹收掉，然后再去入侵对面的佩奇，狼开打豹子，打狼打猪，猪刷了我们就秒猪，然后的话打完猪应该打红，打完红再打的鸟，鸟应该还得等一会儿。鸟还得等一会儿，但是我们这波没有惩戒，希望张飞看不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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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不见。OK， 输。我操，不对。哦，幸亏他没去反蓝，没去反蓝，我们就不管他，我们去反红，因为对面打野在下路漏了，这种坦边基本上是单杀不了了，赶紧反，能反几个是几个。快点打，因为他有惩戒的，而且他惩戒伤害比我高，很容易被他抢到。快点打，有多快就多快。OK， 就是这么快，我快不快？张飞，还敢跟我打？先消耗，逼个大招。切，张飞上单，还张飞吊打我，怎么敢的呀？红区都给你反炸，一会儿蓝就开始点张飞的头像了，知道吗？啥野怪都没有，等会就开始疯狂点这个张飞的头像。哦哦，哎呦，不疼，嘿嘿。这一波的话可以单杀，注意看我细节，注意看我细节。来来，你过来，蓝哟，他的技能有弱化了，我操，有点打不动了。不行啊，这家伙不想跟我打的话还是比较肉的。断线，太肉了。那既然如此，我打不炸你，我就打炸蓝。你还敢出去清线？你还敢出去清线？你小子挺虎啊，交大，好像交大也得死。哇，这真实伤害，细节细节。这红算了，打野想要，不跟他抢了，不跟他抢了。OK， 直接起飞。张飞出个火甲和专精，你就知道疼了。我操，一个张飞让我知道疼。行行行，我等他火甲好不好，我等他，我等他过来。他现在出的是什么？现在只出了个专精装和一个打野刀。你先刷，你先刷，我就看这张飞行不行啊。上个赛季的套路用在这个赛季，我估计是不行。
他有说话，等一下再承接。开始撤退，收到。哎，你给我套中话，我不打。哎，你家蓝打不过我。哎，你没什么作用，不打我不痛不痒。不懂就问，为啥不吃血包啊？因为吃了血包降低我的攻击力。程咬金的被动是血量越低伤害越高，行不行啊？跟我比对抗路赖皮。呵呵，我全是真实伤害，你怕不怕？一下废个球了，直接一 v 二拉开 A 二刮死，我只能说就这个，还张飞吊打程咬金。梦岩，梦岩，走位，哦吼，帅不帅？哎，给他奖励个他个大黄刀吧。那护盾挺多啊，不知道你怕不怕我的大黄刀？来一下，那么来一下。普乔大怎么跑啊？小乔和蓝都过来了，这一波精彩一 v 三，兄弟们，先拉开躲一下梦魇的伤害。我追不追呢？打不了。你怎么总想跟我抢啊？哎，我怎么杀个人啊？别急，别急，先躲。他们的命没我的命值钱，先躲一下小乔的伤害。过呀！我操！他怎么光想杀我呀？你奶奶的！那个姚妹以为自己很牛了。全爆 kill！